睡一张床的。来了，Good morning. Morning.我以为你还没起呢。啊，怎么这么早啊？难道你不让我进去吗？不方便吗？进来吧。昨天的东西还没收拾啊？啊。我看你昨天晚上没吃多少，所以我早上再特地给你带了一点早点。那么客气。你昨天的那个干女儿挺可爱的，看不出来她酒量挺好的。送她回去晚上已经很晚了吧，累吗？还好。那我先收拾一下，我们吃早点吧，好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明星，他昨天晚上喝醉了，所以我还真没听说过爸爸和女儿睡一张床的。明星，等等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她是我前女朋友。林逸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谁写的？烂到家了，重写。李总，你看这文案怎么办？那就按照唐总的意见再做一份吧。好吧，是。
去了，早回。把门给我带上。都是你惹的祸，结果脾气全发在我身上。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，错不在敏熙，在你。是他没错，当然不能怪他了。你是不是对那小姑娘特不死心啊？敏熙都对你说些什么呀？他说现在这小姑娘也真够厉害的，都那么主动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世上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很容易得到的往往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爱宝不会怎么样，他就是个孩子。来，同学们看一下黑板，今天咱们看一看光学，光学效应光程，它的方程式应该，咱们应该看看啊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？ HV 等于二分之一 MV 的平方加上 A 啊，其中后边还有一个大括号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来往本上写一写，记一下笔记，是不是？嗯，再看看这边啊，看看这个图示，这个图示当中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啊，哪一些地方我们需要。你是我的爸爸，也是我的爱人。需要，做一下标记，然后在你的本子上，还有下边啊，看一下下边这个整个左边图示的这一个部分。然后我们一共分为了几步？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。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，老师会布置一些新的任务啊。这是唐敏熙，这是爱宝。想不到啊，当年桀骜不驯、心比天高的文艺愤青林一轩，